杀掉。谁？啊，知道你为啥失踪吗？就是这个样子。在这儿，我一直都看不起你。我这个吃饭是花六百元，你嘞？俺那个房子都是咋的？妈，哎，就是我靠，真的。为什么仇恨农民呢？就是因为自卑嘛，因为自己也是农民嘛。往往，同类仇恨同类才可怕啊。甘肃张掖啊，应该念掖吧这个字。凡是越有个暴力地图，中国啊，就是越到内地越喜欢看新闻联播的地方，就是问题越严重啊。有这样的问题，家暴，擦个玻璃就打人一顿，还得辱骂人家，你为什么你就是擦玻璃吗？啊，因为你是个农民嘛，因为你玻璃都擦不干净。啊，自卑。越是这个那讲奥斯维斯集中营那个把犹太人赶到焚尸炉之前的维持秩序的都是犹太人啊，就同类相残才可怕。